这个领导还没来，要不咱先热热场子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谁希望为我来上面前面的表演一个节目啊？谁来的晚谁上吧。你来对吧？你上吧。那我也不会什么呀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就对着大家做女生撒娇的样子吧。哥哥。哎。下面咱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游戏——盲盒大挑战。然后里面有奖励，有惩罚，比如红包、休假。大家谁先来？我。阿叶的第二次啊，阿叶，你的这个要吗？要。恭喜哈，获得女装一次。哇！不是吧？不是，应该是那个手机和红包吗？拿着吧。我要不要换一个啊？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吧？不行呀！说到什么就是什么。变得不错嘛，赶紧去换吧。哎呀，黄色的有味道，两种极端。哇！哇 ！Can you feel it? Can you feel it? 那。这样的话可以了吗？好、哦。喂，媳妇儿，刚打我电话，说让你到公司楼下。先，那我现在下来，等我啊。刚给你打电话在干嘛呢？哎呦，公司团建嘛，然后声音太大，可能没听到。谁给你发的消息啊？一直发。不知道，你看一下。这是你啊。哎呦，这个。玩游戏输了嘛，然后被他们弄的。这么好看。我男哥也好看呀、啊。超美的吧你，这谁帮你化的妆啊？哎，一个同事。女的吧，我都没见过你穿女装的样子。下回穿给我看看，我帮你化妆。还有下回。